这个我就听哈，所以你因三个身躯顶，你得咱看出你对台湾的爱心，啊，这三位拢是按南加州出身的，等于台湾拍拼。啊，即摆来出的时间就是大家当下去交换意见啦吼，啊，出的看半点钟、四十分钟，因为今讲选择的问题嘛吼，我就按着 focus 伫遮吼。啊，即来咧三个都有两个做国代啦吼。含机的。无啦。含机的。你做国代，三个都国代，奈做遮大。好咧。我安尼，我来讲一个国代，你下来可能破你拢毋知影。因选文章选第二届对不对？啊，国民党中华民国政府来台湾遐久，哪会选第二届？那国民党是几啊十届啊？你几遐简单啊？1949年了过来，啊，甲1980安尼看几当啊？第二届？九一就是咱第二届。古早拢第一届，因古早是用中国。一年叫做三十五省啊，几省啊？即嘛袂记得啊。三十五省，三分八，三十六啊！吼，迄种字，迄个知影哦。啊，三十六省，三分国民代表，国民代表算出来，哎，你拢坐袂啊？对不对？国民代表人过身啊，是住喺因迄省的，江西就江西。安徽就安徽啦，落去报呢，所以永远第一届啦，国大代表拢有去做啦，哦，所以你才变第二届。所以有一个翻脑册的运动，好对啦，翻脑册的。嘿，啊对对对啦，啊你啊吼，我一直讲，大家听无啥，然后你话你第一届，啊第一届你唔免话就，你若住伫台湾呢，那国大遐外省人拢无感觉对啊，因为遐单据就有啊，单据就有国大代表啦吼。啊！但我无得用讲诶，国代代表诶，第一个上大诶一步就是间接民选选总统。听讲啦吼，吼、哦，即个注意，大家互相者。我咧就是听讲，要选总统，伊就嘛爱变相代表，就是讲，你若选周家洲啊，一个人一栋厝，啊，足侪人翁仔某拢是国代代表呢。啊，为着要用金主，阿妈某只好离婚哦，啊，做这代志。我听人讲诶，make sense， 对不对？你一人一间嘛，但是你阿妈某就只有一间尔。啊，你无听着啦？我来回应这代志啦，吼，就像国民党伊当时伫中国，伊就是选一个国会，国民大会是国会嘛。啊！伊对中国走来到台湾了吼，伊感觉讲伊嘛是国管的，伊管的嘛是安怎管到蒙古、管到黑龙江，全部拢伊的就对。啊，所以伊跩人选出跩人吼，拢是会当代表因迄个所在的民意，啊，的民意啊，啊，总是伊是民意，但是迄间拢是无民意啊，啊，但是伊就要维持伊的发动。啊，所以上歹啦，永远拢无要改选。所以伫1949年开始，一直来到台湾，拢叫做第一届，啊，因拢第一届。啊，所以第一届是永远袂煞的吼。啊，后来咱台湾人讲，啊，你这是老惨嘛，做甲死啊，才要煞的吼。啊，甚至用伊俩个一个制度是讲，伊若死了，过来。即个无当选的当时，然后去登记做候选人的人啊，拢会当来替补啦，啊，当来替补吼。啊，曾经呢，办过一个，伊对中国来了，啊，伊当时伊是伫了甘肃以来呀，啊，甘肃省的吼，甘肃遐伊嘛去登记做候选人，但是伊得无几票啦，哦，啊，伊得无几票，伊迄阵含国民党蒋介石来到台湾的时阵。伊就是原来无啥物工过，爱来去一间学校，伫遐咧做，咧做迄个校工啦，吼，伫遐咧打杂，等等，校工安尼吼。啊，有一日伊转到厝时阵吼，接到一张国民大会的公函互伊啦，伊来讲某某人吼，对电视开始吼，
你就是来替补国台代表，啊，所以即摆叫做代表安尼吼。我怀疑在填这张批去的，甲校长讲来讲，校长我不干了，我现在是国大代表。哎，校长讲，啊，你来当当国台代表，有另外我这张公文，啊，就提张公文来看吼。所以咱知影讲，台湾的国台当时国民党的国台是这款的形式的，啊。哎，过来就是用党派党员爱选举，爱选总统啊，嘛有迄落对平，用迄落用迄落轮椅塞出来，哦，钢架迄落钢的钢出来哦，吊电低调的啊，啊蛮去投票，啊，哎你投票了，伊就成人体，你别说你讲咪讲唔对啊，是动作。我较早伫永和，我住伫永和的时阵哦。我的那条巷仔内底，我的对面就是一个国台代表，啊，啊，有国台代表，因若六年选举的时阵，因就一栋厝人家，这熟悉的，啊，这熟悉的啦，啊，啊，但是翁仔某安怎，翁仔某我就唔知啦，啊，但是讲六年一栋厝这是定的，后来台湾才改做了这国民党和民意。大家一概反对反对了，比较开始有些真额服务，包括立法委员，包括国台代表都惊讶，哦，真额啊！阮小弟，伊当时嘛做国台代表嘛是真额的啦，惊讶，啊，迄不是第还是第一届哦，第一届真额，到1991年，甲伊阿英的时阵才第二届。但是第二届是跟咱台湾的吼，其他番无改啊，啊，啊，到底阮九一年迄阵有一个反老蔡的运动，咱左边的这边有邓丽台湾蔡明龙，跟我，迄阵我电脑的会长，伊是左边的会长，阮两个在邓台湾，阮对迄、那个迄个即摆自由广场迄带啊开始空间到对阳明山去啊！我拄只咱来看我的相片内面有一张是，阮坐伫阳明山的山顶遐，啊，要入去国台代表咧开会遐的头前，阮坐伫遐后面是政报部队，你甲阮阻挡，我要阮回，啊，迄张相片啊，迄就是一个历史性的相片，迄内底有我蔡明龙，有杨某先先生啊。啊，也阁有几位咱南加州遮个先辈啊，大家拢共同在咧做遮个代志，所以实在是咱南加州的同乡吼，听台湾的心实在是非常的大啦吼。继续落来，像咱的秘书，咱的董事长，以及咱所有的遮个同乡，我想恁听台湾的心，永远伫咱台湾的历史的中间，一定甲恁记住。这是咱做一代人应该的一个责任，嘛是一个义务啦，哦。所以大家为着做代人，才感觉足骄傲。我是做代人，感觉足骄傲的啦。啊，谢谢。啊，即摆要来讲，因为因三个来所在，选的所在拢无同。一个台中县，一个高雄县，啊，佫一个彰化县。按即摆大家印象就是讲。北部就是南的，南部就是冷的，啊，更爽的就是决战中台湾。这个情形是古早就是安尼，还是即摆安尼？我总在讲啊，这本来就啊是安那平平安尼，啊，这个情形是安怎造成的？照我的印象，我可能是啦。我会记哩，五吨鱼以前，高雄市不是遐热的咯。迄拢国民党控制的呢，哦，啊，我想即马请伊，因为第一手的，因迄阵的情形是安怎？想讲啊，无按即个加油哩，你先开始讲。你迄阵选台中县的县长的时阵，因遐心态是安怎？听讲你古早以前拢国民党去做的啊，做县长，你是第一个，哦，我是反对党，就国民党反对党。合伊命，当然是恁这两场拢做甲足辛苦吼。啊，无恁分析一下讲，台中迄阵个政治势力是啥物人咧控制？有分派无？像恁高雄县有足侪派嘛吼。
三摆。哦，啊你你还讲听我红的白的，啥物我搁上来。大中观，古的大中观是这个中华观、南道观加大中寺合作会，叫做大中观。啊，中正了后才独立大中观、中华观、南道观，才分开单独变一个团体。啊，中部在选举，我等于说要等选举时，国民党控制整个，用国民党的中部来整个控制选举。台中市我有一个证啊，我有一个证，杨基先生，杨基先，大家唔知捌听到杨基先，捌听到人叫这个。杨基先哦。杨基先。好。我听到吼，伊是参加第一届台中市长选举，啊，伊当选台中市长，但是过两日，着中国国民党、中国政府，迄阵叫做什么司令部啦，什么台中司令部，掠去。当选县长第二日，又搁抓去。抓去的原因就是讲，因为伊非法集中，非法的结党，所以甲抓去。加在吼，迄阵我一个，我即个唔了解。